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请掀开经本141面，倒数第六行，请看经文：侯宽书写，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。这一段这个课题上是持说更甚，这是比较布施的福报。前面一段是文性就胜过一日三食，以极长的时间生命布施，这个福报比不上文辞经典信心不逆。那么当然，如果能够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这个福报当然超过前面。我们看小注，发心即胜，是指前面一段经文。正因其决定起心，这个发心为什么一发心福报就超过前面菩萨生命布施呢？因为他这个发心里面有信心不逆，也就是说虽然还没去做，已经决定非如此做不行，他有这样坚决的信心，这一念信心呢，这个福德超过前面的布施。何况这嫌弃更深，书写，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而且现在比从前方便太多。古时候写经，这个有钱的人家请这些会写字的人，写得很好的人，请他们呢，这个代自己写经布施，那么拿金钱来供养，多半是一些比较清寒的这些秀才们，请他们来写经。当然费的时间长，这个分量也有限。现在印刷术发达，成本低，数量也大，这个功德呢，要比起古时候啊，那个书写一定大得很多。可是这个里面呢，还有一点讲究，
我们必须要知道，那就是真诚恭敬心。今天虽然有钱去印经，一印就几万本、几十万本，如果真诚恭敬不如古人，那你得佛还是有限啊。古人虽然花的钱很多，时间很长，数量很少，他有真诚恭敬心，所以他得福。这是个关键，我们以真诚恭敬心来修福，这个是人人呢都做得到的。这书写呢为广遍法事，如今日发心弘扬流通，布施供养此经，无论是印经、录音带、影带、电脑软件、CD 等等，其功德与书写等同。在从前只是书写，现在除了书写之外，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流通法宝。受持是真正的关键，这是前面讲过许多遍了。受持即是戒行并进，所行不外立相施供利益一切众生。前面已经说的很多了，在此地呢就不必再啰嗦了。戒是对于本经甚深意趣它的道理，它的功德目标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。明了之后，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做到，做的总纲领，不外乎立相、布施、供养。这个施供、布施、供养，一定要不着相才行啊，才符合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应无所住而行布施”啊，这样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。读诵熏习圣解，增长圣贤。那么这是为什么要读诵？即使这部经念得很熟，念得都能够背诵了，每一天还是要用一个时间来读诵。金刚经的经文不长，如果念得很熟啊，大概15分钟啊，应该可以读诵一部了。一天至少要读诵个3-5部才好，每一天不能间断。那么读3部，早晨读一部，中午读一部，晚上读一部。这个早晚呢，就在早晚课当中。时间只需要15分钟，不算太多。每一天念3遍，天天不间断，不知不觉就受金刚般若的熏习。
会有这个力量，也会有这个效果，帮助你开悟。悟如这个境界，圣解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开悟。开悟有小悟有大悟，那么还有就是大彻大悟，每一天读诵啊，必定有悟处。真正悟如，你才肯做啊。慎行啊，慎是殊胜的啊。什么殊胜呢？立相布施啊，立相布施，菩萨行门当中无比的殊胜啊，是指这个。为人解说，是行法师一力众，这个就是说的为别人讲解《金刚般若》的意趣。若不能讲全经，佛在这个经里面屡次的教导我，为人演说乃至四句偈，讲四句或者是讲一句，都是法布施，利益无量无边，此境甚深，发心为众解脱，无谬乐说无碍，令闻者得名益趣，启发起信解受持之心也，足证其真是信心不逆。发此心时，备至行愿，业意具足，故能何但如来。这部经经义确实很深，若从文字乍看，好像《金刚经》啊，并不很深呐、啊，里面也没有什么难字啊，啊，我们看看都认识啊，可是这个意思太深，没有起入，没有领会，不晓得它的意思是。越是悟如，越感觉到它甚深，其深其广没有边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前面说过了，如来将他从初发心一直到证得究竟圆满法的秘诀，侯盘托出，通通说出来了，丝毫都没有保留啊。这个是真实的法宝，我们为别人说，没有说错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而喜欢说，说法无有障碍，
实在讲，真正要发心弘净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现在在台湾在家居士讲经说法的比出家人都很多倍，在家居士讲经说法多啊，居士当中有年岁大的，也有很年轻的，二三十岁，男居士女居士都有啊，热烈地出来讲经啊。佛法是师道，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，我们是凡夫，业障习气深重啊，灾难重重，而消业障最有效的方法，无过于发心修法布施，就是发心出来修讲经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跟李老师是32岁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老师好像是71岁。他遇到一些年轻人，他年岁大了，看人看得多了，看这个面相，短命的相，苦命的相，他劝这样的人发心学讲经，唯有这个方法转这个业力最快，转得最快，真正发心舍己为人，我这个身体舍掉了，放弃了，我把这个身体献给佛菩萨，献给一切众生，不是我自己的，我自己的命苦短命啊，一切众生不短命啊，佛法不短命啊，奉献给佛法了，奉献给一切众生了，所以他的命马上就转过来了，这个是消业障转命运最有效的方法。那么讲经这个事情难不难呢？给诸位说，一点都不难。那如果要想学讲经讲得很像样子啊，讲得很不错，叫听众听到都点头都称赞，需要多少时间呢？一个月，一个月就学会了啊！你不肯学就没办法了，如果肯学确实一个月啊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台中，李老师劝我学讲经啊，最初也很害怕啊，我到台中去听经的，没有说是去讲经的啊，没想到一去到台中啊，李老师就要我去学讲经啊，就我到他们班上一参观，觉得的确是不难啊，所以我们的进度啊是一个月学一部经啊。那个时候我没出家，我跟他老人家1年3个月，就15个月，我学了13部经，13部都能讲啊！啊，所以以后一出家啊，离开台中就出家了。出家我就教佛学院，啊，我有13部经啊，一个学期教一部啊，他们3年才毕业，6个学期，你看看我13部的时候，一半还用不上了。所以非常自在，一个月学一部，
这个实实在在的。所以你们如果真正肯发心呢，新加坡的讲经说法的人就多了，佛法就会兴旺起来。要是大家真肯发心啊，要说要是欢喜，喜欢讲经，喜欢为人演说啊，无碍你对于经义很通达，很明白，没有障碍啊。你说我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学过啊，没有学过的最好。保证成功，以前学过一大堆的很难教啊，那个很麻烦的 啊，所以我们老师教学生找学生就是没学过的，他最欢喜了，一张白纸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规规矩矩，所以很好教 啊。学过的时候他满脑袋很多成见，老师你这时候人那个法师那么说，那个书上那么讲，这个麻烦大了。那老师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辩论呢啊，所以他也不喜欢给人辩论，你要说一大堆呀，他就对你呀一问讯啊，你说你不错你很好啊，你到别的地方学去，我这个地方不行，不适合你的程度，你的程度太高了，请你到别的地方去，不教了。所以这个事情不难啊，难在是发心，发的真诚心。令闻者得名一趣啊，叫人家听到金刚般若啊，听一句也好，两句也好啊，一首偈也好，真正把他的意思听懂了。听明白了，明了之后啊，他就觉悟了啊，他相信啊，佛讲的话有道理，他自自然然发心去做啊，般若真的像《心经》上讲的。能度一切苦厄，世出世间无论什么样的苦难，有了般若这问题马上就解决了。这个经还没讲完，大概讲了一半，就在这一半当中啊，我相信不少同学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领会，肯定了我这句话没说错啊，决定能够帮助我们解除一切苦难啊，你真正听懂啊，真正依教奉行，足证其真是信心不离。信心不离要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一定要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了去做，一定要把这个方法了以种种善巧方便介绍给别人，推荐给别人，我开悟离苦了，希望一切众生人人都觉悟，人人都离苦啊，这个才是菩萨心啊。所以发这个心的时候，悲智行愿一一具足啊，这个心一发，这四个字都有了啊，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这是悲心啊。以金刚般若的意趣来介绍他，这是智慧啊。
自行化他就是行愿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就是何丹如来。何丹如来是法王子，是菩萨了。担负起弘法利生的使命，这个是如来家业。如来家业就是弘法利生，所以弘法利生这个工作不讲求任何形式的，在路上遇到朋友的时候，也可以跟他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那到处都可以讲的。他喜欢听，给他讲；不喜欢听，也给他讲啊。不喜欢听讲了，他也听进去了。所以一粒耳根融为道种啊，那个种子也是强迫把它种进去了。那都是好事情，不管他懂不懂，只要我们没讲错，所以没有一切形式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一切人，乃至于一切畜生，遇到这些畜生，甚至于小虫，你都给他讲的时候，你劝他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这是给他受三皈依啊，然后给他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个说法了，他有感受，真诚，诚则灵，怎么样跟他沟通呢？真诚，因为真诚心里头没有戒心，这个感应呢就通达。有了妄想分别了，就有戒心，这个就讲不通了，所以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一切众生呢，我们都能够给他讲得通啊。若于此经不能信心不逆，凡是不能信心不逆，这个经里面的意趣没搞懂，没有明了啊。他真正明了的话，一定是信心不离啊，决定呢他从看破放下下手。为什么呢？得自在消业障，断烦恼，开智慧。他为什么不干？一定他去干的。我们接着看底下这句若于此间不能信心不逆，自不能受持解说广为弘扬，这他做不到的。前面讲就是他做不到，这佛法究竟已不明，佛种啊，便有断绝之虑，此种关系极其重大。这信心不逆之人，岂比但知常戒苦行者所能及者？这一段话意思很深，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因为不少人呢，这个修行观念当中有问题啊。什么观念呢？守旧的观念啊。守旧啊，有的时候是正确的，有的时候未必正确啊，这要看什么事情啊，都要看时节因缘，必须要有智慧啊。佛法不能弘扬，特别是这部经，这部经最大的特色
是言简意赅，它的好处在此地，文字少啊，只有5800多个字，义理非常丰富，非常完整，这个是难得的。可以说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不能超越《金刚经》理论的范围，所有的行门84000法门5000000法门也不能超越《金刚经》行门的原则。这是这个经旨不可思议之处啊！所以这个经一定要弘扬，一定要常常读诵，如其不然呢，这个佛种就有断绝之律，这个律是过律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法会在这个世间断灭掉。你弘扬一切经论，你没有抓到中心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能找到根本啊！这个弘扬啊，很好看的 像这个花啊，五彩缤纷，花是什么花呢？插在花瓶里头的花，没根呢。是好看呢，过两天就死了，枯死了，不是活的呀。金刚经是根呐，是根本呐。没有金刚般若弘扬所有一切法门啊，说得天花乱坠，都是花瓶里头的话。你们诸位想想这个道理，想想这个事实的真相。所以你要是真明白了，那个弘扬不行啊。那个弘扬法不能消业障啊。不能断烦恼，不能开智慧，无济于事。将来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。那怎么行？此种关系极其重大，因此信心不逆之人，他的功德不可思议，不是那个常戒苦行呢能够跟他相比的。每一天如定，一盘腿面壁就坐上半个月，一个月都不出定，佩服得不得了啊！但是他不能弘扬佛法，不能开人智慧呀，不能令人觉悟啊，这个不行啊！因此，戒跟行呢，一定要相应。有行无戒，跟有戒无行都不行。清凉在《华严经》苏超经题里面说得很好啊，有戒无行，增长邪见；有行无戒，增长无明。你看，一个躲在邪见，一个躲在无明里面，都没有办法出三界，都无济于事了。一定要戒行相应。那么信心不逆，他能够熟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
这个就是皆心相应。观行二门，虽然病重而以观慧为主，而观慧要在实行中间。经中处处以布施与五住并说，即明此意。观行两门呢，就是解行两门。观是解，两门虽然并重，但是要以观慧为主。在佛法里面，大小乘佛法的差别就在此地。大乘佛法了，是以观为主，行不能没有，决定要有行，但是戒行呢，观为主，戒为主，小乘是行为主，小乘人重行为主，就是说观行两个大小乘呢，他们的重心不一样，大乘法门呢着重在智慧，所以大乘法成就快。智慧它能够断烦恼，能够破无明，成就快。如果没有慧但有行，行修定也能够把烦恼断除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定是伏烦恼，把烦恼控制住了，没有办法断它，伏烦恼，他那个断叫伏断，不是灭断。灭断要靠智慧呀，没有智慧没办法。这个是大小乘不相同的地方。而观慧要在实行中间，你的智慧用在哪里呢？用在生活上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充满了智慧。它表现出来了，智慧表现出来的，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字句简单，但是意思之广真的是没有边际。经里面呢处处讲布施。布施是我们生活的全部。布施是做啊，做出来呀。你活在这个世间，活得很快乐很幸福啊。活得叫别人羡慕你啊。为什么你这么快乐这么幸福这么自在呢？因为你无助啊。你要有助，你就不快乐，你就不幸福。什么叫无助呢？道场跟学校不一样，学校学生呢是固定的，天天就是那几个人。这个道场啊是流水席呀，天天都有新面孔，今天才来的，前面就没有听到了，不能细讲啊。也要略说说，否则的话就辜负了。无助就是心地清净，没有牵挂了。如果你在生活当中，你心里面没有烦恼，
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你乐不乐啊？那当然快乐嘛。一切众生他这个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苦啊？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他不肯放下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些牵肠挂肚的就是他生死烦恼苦痛的根源。谁给他的？没有人给他，他自己要往里头揽，那有什么办法的？这佛说这是错误的，统统放下啊！无助就是放下啊，心里头没有一丝毫的妄想执着，无助的意思。那你的日子过得当然自在啊，当然潇洒了啊！凡是与你相处的人，没有一个不羡慕啊。佛菩萨就是这个生活啊，我们凡夫跟佛菩萨不一样，凡夫心里头有住，佛菩萨心无住。那么经常常常把这两桩事情连在一起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无住是智慧呀，真实的智慧。也有同学说的，有许多事情不行了，我不能不想啊。实在说，你想了能有用处？如果你想了真管用啊，释迦牟尼佛都来拜你做老师了。所有一切那个想都叫妄想啊，不管用啊，妄想啊！你以为，哎呀，我要想，要多想才能解决问题，把那个问题越搞越糟糕。很用心的，很仔细去想呢，为什么事情还搞糟糕了？因为你是妄想在做事。你事情怎么能做得好啊？一切都不想，通通都放下了，你样样事情都做好了。为什么？智慧显现了啊！心里面没有妄想，那个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一切事情照得清清楚楚，一点都没有错误啊。妄想都常常把事情判断错误了，不打妄想，没有一切分别执着了，这心清净，智慧现前。这个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学了佛呢又不敢相信，还是犯老毛病，有事了就还是要去想一想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这样的人就不是信心不逆，真正信心不逆的时候不再打妄想。可是又有一个现实问题，我不再打妄想，那妄想偏偏起来怎么办？我是不想打妄想了，可是妄想偏偏的时候就像那个泉水一样往外面涌，这是什么？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啊！用什么方法呢？念佛，或者是读经啊。我读经的时候，妄想这个念头就少了。念佛的时候，所以平常我们读经念佛不能中断，就是把这个无始劫来的习气呀，把它扶住，把它控制住。使我们常常有一个清净心现前，真实的智慧现前，这个人才叫真正学佛。真学佛的人不多。
这个真学佛的标准呢，就是此地讲的信心不逆，他真干。上来四次教行经功，从世尊讲这个开始讲经到此地，教粮功德的殊胜，这个地方是第四次，我这个底下都注出来了，一次比一次殊胜，初次在经文第三十六节，我们每一段经文都标上一个数字，我们这个底下这一段是第九十九节，第一段呢，第一次是在三十六节，生信文中，能生信心呢，以此为实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其福甚一个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，以明其去向佛智，便是成佛家业也。这是第一次，第一次是听到佛讲经啊，他能生信心的，觉得佛讲的话没错啊，能肯定，能够接受。佛讲呢，乃至于生一念净心，他的福报超过大梵天王，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，这是第一次。他为什么能超过呢？因为他能生净心，以此为实。这个人呢，在般若上已经奠定了基础。很可能再正经了，那他的境界就殊胜。他这一生呢，可能成就了。第二次在五十四节开解文殊，第三次在第七十节开解文众，今第四次九十七节。说在身结意趣即自证之法后，明其既能信心不逆，便不必经常识之苦行，便能如佛所证得者而证得之。所以这个经典呢，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，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高的一个层次，能够升起这个信心不逆，这相当不容易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对于这个经中的意趣有相当深入的理解，否则的话，这信心不逆是不能够生起来的。这一个心一生，就是刚才所讲的，他就能够何当如来，就能够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就得三宝加持。所以这个末后两句，这是赞叹的话，便能如佛所证得者。佛所证得的是什么呢？无实无虚。佛所证的究竟圆满，他所证的虽然不圆满呢，他分证的，他证得几一分两分呢，那就非常可贵。能够证得一分两分无实无虚啊，他那个幸福的真心啊，他那个就是在行持上那是真干的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
肯定佛经上字字句句是真实，只要照做决定正确。你要不照做呢，那就错了。底下在解释信心不逆。信心不逆是夜夜如法，这一句解释的非常好，但是说的太简单了。恐怕初学不太容易领会里面的意思。样样都如法，法里面有教法，有理法，理论，有行法，有果法，我们佛法里头常讲啊，教理行果啊，一一都如。教是教导，佛为我们说一切经，这是教导啊。我们从经里面觉悟了，这就是如理了，理懂得了。行是生活，是仪规，穿衣有穿衣的样子，吃饭有吃饭的样子，坐有坐的样子，站有站的样子，一一要如法。这个是在刑法上讲啊。礼法上讲的什么呢？无实无虚是理。你看刑在四项上样样都遵守规矩，我们佛门叫仪规呀，我们说通俗一点，样样都合乎规矩。这个无实呀，心里头若无其思，没有一丝毫分别执着，无实啊，这就如法。穿衣吃饭，生活里头点点滴滴都要如法。所以这四个句，这四个字里头含义就太广太广了。事出世间法里，无论是什么身份，无论从事于什么样的行业工作，都不出这四个字，一一如法。尤其已开慧解，知非如此不可啊，这个非如此不可啊，就是信心不逆了。一定要照这样做，故能坚决其心，实心不违。正是所谓初发心时变成正觉之人也。如发决定愿心求生净土，这是举一个例子，这一发心就成就。这一段事情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看过，婆罗门女要救她的母亲，
这一发心呢，他母亲就立地狱了，还没修行啊，没去做发的心，他那个心是真心，后面一定真干，不等到他修行有成就啊，他母亲先离开地狱，升到了天。由此可知，发心功德不可思议。但是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说发了之后啊就忘掉就不干了，那个没有用处的。发了之后真干，这一发心呢，这功德就不可思议。我们在经上看到，婆罗门女跟光目女用什么方法度他的母亲？他们的母亲在世间都造极重的罪业，堕阿鼻地狱。他们所用的方法呢，念佛。他不是念阿弥陀佛，他念的是觉华定自在王佛，一样，这是念佛。念佛念到什么样的功夫才能有效呢？我们经宗里面讲的功夫成片，一心不乱，他念了一天一夜，定中啊，到地狱里面去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能够在定中去访问地狱，地狱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。那个鬼王明明白白地告诉他，到这个地方来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来受罪的，一个是菩萨来巡视地狱的，来参观地狱的。他能够去，那就是菩萨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最低限度他念到了四一心不乱，他念到这个程度，他才有能力去参观地狱啊。他去一打听，问问他的母亲，鬼王告诉他，你放心，你的母亲三天前到忉利天去享福去了，三天前他刚刚发心，你就晓得说刚刚一发心那个功德就现前，不可思议。这个里头有个道理，你要不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啊，你对于这个超度的事情你会感觉到很茫然啊。我们念几卷经啊就能把人超度了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。婆罗门女的母亲为什么能够从地狱升忉利天？凭什么？就凭他叫他的女儿做菩萨了。他要不堕地狱，他的女儿要是不认真去修行了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就证不了果了。他女儿之所以能够成为菩萨，超凡入圣，谁帮他的忙的？他母亲帮他忙啊。这个功德多大了，他当然要升天享福啊，凭这个。所以这个超度的时候
超度的人真的超凡入圣了，那个被超度人得福报了。如果我们去给人家超度念这个经，有口无心啊，嘴里念的念的经啊，脑子里胡思乱想，一点用都没有，跟人说吧。假如我们在念经恍然一下开悟了，正果了，这个人立刻升天。道理在此地。你细读《金刚经》就恍然大悟啊！啊，原来是这个事情，那一点都不假嘛。那么光目女，她也是念佛，她的功夫比婆罗门女要次一等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梦中见佛的，他不是定中。梦中见佛，我们凡夫啊，诚心诚意有感应，可以得到定中，那就我们就没把握了。梦中见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他至少演练到功夫成片了、啊，真诚心啊，梦中感得佛菩萨。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了，都是真干了。要是没有真诚的心，如法修行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被超度的人凭什么？如果说是我们对地藏王菩萨恭敬，天天去拜他啊，天天去拿香花水果供养他啊，他就来保佑我们了。那地藏菩萨不是接受你的贿赂了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呀、啊？那人家供养再多一点，拜的再多一点，那地藏菩萨跑到他家去了，不跑你家了？没有这种道理的呀。所以诸位熟读这个地藏经啊，你就晓得那个超度为什么真有效啊？为什么有效？就在此地。所以我们如果是给人做佛事，这个东西很难啊！一卷经念下来，自己有没有悟出？怎么有悟出？白读了啊！一卷经读下来，是自己真的有定有慧。定慧增长，那个被超度的人的就得利益了，七分功德他得一分，自己得六分他只能得一分了。所以现在一般人超度人，请七个法师，七个法师念嘛，他也可以得一分嘛，每一个人分一分给他，他都得一分吧。七个法师真的念的时候有定有慧才行，如果没有定慧那就很难讲。这一些基本的道理我们要懂，懂得之后就不会毁谤，不会疑惑，要真正明了。所以这个慧解非常重要。智慧现前，真正明了事实真相才晓得确实非这么做不可。为什么呢？过去无量无边的祝福都是这么修成的，现在这些诸佛菩萨也是这个原理修成功的，将来一切佛菩萨也没有一个是例外的，离开这个原理原则决定不能成功，这样才晓得非依照这个方法不可啊。
不能不放下，不能不看破。虽上世凡夫，其功德已超常劫苦行之菩萨。这个常劫苦行的菩萨，我们常讲全教菩萨。在四教里面，藏教的菩萨、通教的菩萨、别教的菩萨，他们的确常劫苦行的。原教的初学者、初信位的菩萨呢，超过前面那些菩萨多多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那些菩萨呢，智慧没有开。你要问呢，他们有没有听过《金刚经》呢？在我想的时候，一定听过。这个经是尽虚空变化界的宣扬，哪有不听的道理？听了怎么样？没懂啊，没肯做啊。听了没有懂，等于没有听；听了要没有做到，也等于没有听。一定要做到才算数。真正其如，无实无虚，真正做到无住不实，这个人才算是通达般若。这个修行呢，不管修学哪个行门，八万四千行门、无量行门，他都是从根本修，他把根本找到了。行门不一样，那就是方法不相同。方法无量无边，原理原则是一个。掌握到这个原理原则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！而且成就非常之快。信德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信德应生清净心，岂非正念真如之知心乎？这是讲发菩提心，大乘佛法发心第一了。菩提心这个名词我们都知道，都会念，也都会讲，但是什么叫做菩提心不知道。天天呢嘴皮上在发菩提心，实际上也不晓得菩提心是什么，以为呀，我念一念，我发菩提心啊，真的就发了。这哪有这回事情呢？菩提是梵语，觉悟的意思。菩提心是觉悟的心，觉而不迷。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给我们解释的，菩提心的体是知心，菩提心的相是身心，大悲心。大悲心可以说它的作用，相是身心，用是大悲心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也跟我们讲了菩提心，菩提心之体是至诚心，真诚到其处。他的相呢是身心，是回向发愿心。我们把这两个经论合起来看，意思
就比较明显啊，他的体真心不是妄心啊，真诚到了极处啊。也许我们自己觉得我的心很真很诚呢，已经到了极处了，那这个没法子。真诚标准在哪里呢？过去在清朝末年，曾国藩先生对于那个诚字下了个定义，这是读孔子书，孔子书里头也讲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，也讲到诚意，跟我们佛门的菩提心的意思非常接近。什么叫诚呢？一念不生是为诚，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。一个妄念没有了，那个心是沉静的。我的心很沉了，这就是一个妄念，能哪里沉了？沉在哪里啊？六祖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，有一物就不沉，就不是真诚心了。由此可知，那个真心难啊。而执行古人的解释叫执行正念真如，没错，这个解释很准确，正念真如啊，就是曾国藩先生讲的一念不生。一念不生是正念，一念不生真心现前，那个真的是正念真如。可是反复做不到，如果你做到了，那恭喜你，你是原初住的菩萨，超越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多多了，你超越了。华严精神讲化身大士，那不是普通人啊，可以参加世尊的华严法会，有资格。在别教里面，初地菩萨啊，初地菩萨断证跟原初住是相同，就是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。但是别教初地菩萨的智慧比原教初住就差很多很多啊，他没有这个原初住智慧那么样的圆满啊，智慧比不上啊，叫观行啊，原教观第一的啊，别教里的是行，着重在行上，观比较差一点啊，所以他定功可能很殊胜，但是慧解就差很远啊。就像楞严经里面富罗那尊者怀疑阿难，世尊讲了言，讲到第三卷的时候，阿难开悟了啊，说了很长的偈颂，也赞佛，真的开悟了。富罗那在那旁边听到觉得奇怪，阿难是初果啊，他是四果罗汉呢。所以提出了这个质疑，这什么原因呢？
我乃所智障亲，所以他一听经啊，开悟了；烦恼障重，所以他定力不如人家，烦恼没断。啊，烦恼障重，所智障亲。那个富能那正好跟他颠倒，富能那是烦恼障轻，所以他的证得九次地定，证得阿罗汉果了。他所智障重，听了半天没开悟，没听懂。障有二种啊，个人不相同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原教根性的人，所智障轻。烦恼障重，那像别教小乘，他们是所智障重，烦恼障轻，啊，所以他修定呢容易得定，啊，他容易成就。众生呢这两种根性不相同，啊，但是开悟了的人啊快呀，啊，他那个断烦恼啊破无明。他用智慧断，他不用定功啊。定功是福啊，很苦啊，很不容易啊。啊，智慧啊，马上就解决了，啊，快得很，真叫快刀斩乱麻啊！尤其是金刚般若智慧啊，开这个智慧那还得了啊！啊，这个烦恼无明习气很快就断掉。那么这是讲真啊，其非正念真如之之心啊。你看这个在经上，只要你能够信得，你能够真正信得过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好像我们也信了。真的信了吗？不见得，仔细想一想，不见得。为什么不见得呢？因为你没有到信心不立嘛。如果你真的信了，你决定修清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修清净心啊，金刚智慧就开了啊！金刚智慧是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智慧啊！这个智慧一开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通达。你再不会搞其他东西、其他法门去了。如果说这个我相信啊，可是还是胡思乱想。还是是非人偶，还是贪嗔痴慢，那你为于这一句根本就不相应，你完全没有相信。信得应生清净心，那个就是直心正念正法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菩提心的体，菩提心的本体就现前，你就得到了。现得利益一切众生，应空有双离，行布施六度，其非要集一切诸善行之身心。身心相啊，菩提心的相啊。菩提心的相什么？不起心动念在心，起心动念呢，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得究竟圆满的利益。他没有别的心，就是这个心。究竟圆满的利益呢，一定是空有两边不住。
啊，我们在一生当中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一切都奉献给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这个就是要集一切诸善行，身心是这个意思。身心是喜欢善行啊，这个要是喜欢啊，这个不念乐啊，念要，要是爱好啊。集就是我们讲的积功累德啊，跟那个集的意思是相通的。修集一切善行，这个善行不是为自己，为一切众生的，这叫身心。把众生苦之大悲苦啊！你看看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是大悲心啊，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圆满的菩提心呐，这信心不逆者，圆具三心也。所以一发这个心，非这样做不可，菩提心就圆圆满满的现前啊，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啊，跟这个观经里面所讲的。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，回向发愿心就是大悲心。三心圆法了，圆满的发现了，真干了。所以一开端这个性德这两个字，就是信心不离。信心不离，后面一定有这些现象。持经观行，观门行门，即圆即顿呐，圆满到了基础啊，顿是顿超，快速，没有次第。小乘人修行有四果四相是次第，大乘菩萨修行有51个阶级是次第，金刚经上讲的没有次第。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还是有次第啊，它有次第有圆融啊。清凉大师所说的行部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，行部是次第立根的人学华严顿超，顿根的人学华严就次第啊，都能得利益了啊。可是本经里头没有次第啊，所以是圆寂顿寂啊，故能深解意趣。信心不逆，其为圆顿根器不息。我们在这个经里头也能够勘验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啊。如果根性差一点不怕，可以培养啊，只要你对这个经典呢有兴趣，就像前面讲了，你真的能够信得过信心清净这生实相，
只要肯努力，不断的熏修啊，会把我们自己这个根性呢变成圆的。都是要在认真实行上，真做，点点滴滴去做。首先就是要发心，舍己为人，从这个地方下手，肯牺牲自己，肯帮助别人，要发这个心。这个心发了之后，一定要遵守无时无虚，为一切众生做再多的好事，心里头若无其事，绝不放在心上，这是无时无时。又肯认真努力去帮助别人，这是无虚，这就手持金刚般若，真正能这样做，又能每天读诵，假以时日，那就看你个人的根性。有些人三五年开悟，这一悟啊，就是圆顿根性了。也有人呢，十年八年入这个境界。所以我们的根性呢，可以转变的。要懂得理论，要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改造命运呐。我们是个钝根呢，可以把它改成利根呢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钝见这个根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是会变的。而圆顿人乃是一位摄一切位，且可一直超离。圆顿根性的人跟华严经上讲的完全相同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譬如我们这里讲的法心位，这是最低的初发心，发心位，发心位是初住啊，初住叫发心住啊，菩提心刚刚发出来，三心圆法，他的果报功德一直上溯到等觉菩萨，等觉菩萨的功德受用啊，他能够享受得到。原初住所修学的等觉菩萨说，不能说他不做啊，他不能不做，他天天要做啊。等觉菩萨初学要守的那些规矩，他还是要照做啊。我们在本经一开端看到释迦牟尼佛入舍卫大臣其实着衣赤膊，那着衣赤膊是初学人学的，你们刚刚受戒就学了，释迦成了佛了，他也每天按照这个规矩一天也不乱了，他有次第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的确一位摄一切位，不但如此，而且可以一直超越，这是讲圆顿根性。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净土《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净土法门呢，跟着你讲的完全一样。
净宗啊，的确是大臣语言智云智顿啊，我们这样一瓶烦恼没断啊，很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啊，实在是很不可思议啊。你如果讲华严法华，一定要《金刚经》这个标准，要有这个标准才行啊。我们念佛人呢，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仗佛力加持啊，也能够得到这个标准。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。这个我们要想的，这个真正是经上讲的无量劫来所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呢，在这一生当中成熟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说唯在当然，十宗不逆，何但起来，决定当得无上菩提。这个幕后这一句虽然是勉励的话，它不是随便说的，也是真实的人。我们有缘分读到《金刚经》，有缘分听到《金刚经》，就跟弥陀经上讲的没有两样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。那个地方是得生净土啊，我们这个地方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你能够闻说金刚般若。你要善根福德因缘少，这个听不到啊。大家细细想想，我们这个讲堂四周围邻居有多少，他为什么不来听啊？他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。那你们还从很远的地方到这儿听经，他就在隔壁他都不来。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，一点都不能勉强。佛在这个经上说得很清楚了，不是一佛二佛三佛五佛所种善根的，无量劫来善根非常深厚，所以我们自己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承认自己确实有深厚的善根福德，遇到这个机缘。那么今天关键呢，就在底下这一句了：十宗不逆。我们今天听到这是开始啊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要能够保持。在我们全部生活当中，依教奉行，绝不违背，这个就是信心不逆。发这样的心，发这样的愿，前面讲了三种菩提心，你就圆满了。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都圆满了。何但起来？要把续佛慧命、弘法利生的责任呢，自己担当起来呀！我们要真干啊！
这样的人决定当得无上菩提。讲就是在这个经上劝勉我们真正这样干，将一切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决定往生了。不但往生了，高品位的去往生，信心不逆中，即具三心，三心具足。这个三心是菩提心、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三心具足，即是具足三具境界。往往一般人疏忽了，以为大乘对于戒律好像疏忽了，好像不太重视，其实不然。大乘人的戒比小乘人还要清净，还要严格，但是大乘人呢，并不表现在这个思想上。小乘人在思想上非常执着。在古代还有个有一桩公案，我们佛门叫公案，一般人叫故事，有个故事。唐朝时候，终南山的道宣律师专门修戒律的，戒律精严啊，感应的天人送饭，他每一天日中一时，他那个饭天人供养啊，天人尊敬他的，戒律精严。这个有一天呢，窥基大师从终南山下面经过，顺便呢去访问访问，拜访拜访道宣律师。而道宣律师知道窥基学问不错啊，这个教理通达，讲经说法，玄奘大师的得意门生呢，但是在戒律这个规矩上，他比较随便一点，所以对他就轻慢尤其人家称他三车法师，所以对他并不怎么尊重。于是道宣律师也想趁机会教化教化他教导教导他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天人供养，叫他看看，你看看我一天日中一时，天人送供养给我，叫这个窥基法师看到了，生恭敬心，生惭愧心，哪里晓得那一天呢，天人没有来送供养。道宣法师这个目的达不到了，窥基法师下山之后，第二天天人又来送供养了，他就责备人：你昨天为什么没送来啊？那个天人就跟他讲：昨天山上有大乘菩萨在这里，全山护法神护卫了，我进不来。道宣法师听的话，一身流冷汗，惭愧。这才晓得，人家外表随便，心地清净，才知道自己不如啊。所以一个是重形式，一个他不在形式上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。你看，信心不立里面就具足三句境界，执心便是略舍略一境，身心
是摄善法界，大悲心是摄众生界。由此可悟，今初言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之，所以然矣。欲于此境信心不立，决当从持戒修福做起。所以这个三心就是三句经典。我们无量寿经那个经题里面，清净平等觉是戒定慧三学。清净这两个字就是具足众戒了，平等是定，先平等的就是定，定叫等持，等是平等，觉是智慧。清净平等觉就是三学，不但是三宝，是三学。那么这个就是从这里能看得出来，一法里头地觉是一切法，法法圆融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想想经初所说的持戒修福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意思我们更清楚更明白。如果不清楚不明白，受持的心发不起来，受持就是依教奉行，这个心很难发起来，必须真的透彻，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才知道非这样做不可。知心是断德，这个断就是断一切物，断烦恼，断无明，断的成就法身，就是证得圆满的法身，要靠断的。身心是智德成报身，身心是智慧，唯有真实的智慧，才肯断我修善，才肯利要有情，所以他成就报身。报身是智慧之身，大悲心那是恩德，对于一切众生大慈大悲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成就应化身。报身是自受用身，应化身是他受用身，像普门品里面所说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信心不逆，成就如是种种功德，其福之殊胜不可思议，果报也不可思议。所以你看，全在这一个信心不逆这一句，真的是信心不逆，菩提心现前，
啊，三句境界圆满，啊，圆摄三句境界，将来的果报一定是正三德，成三身，所以他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啊！果报是成无上菩提，所以说不可思议。再看底下经文，这个下面是举要别名，先越教义来说明。须菩提，以要言之，世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无边功德，这是从教义上来说的，啊，也就是讲从教学的意趣里头来讲，不可思议指发生，即是体验。本经处处都讲到啊，法身离体，真如自性，性体空寂，立名字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心缘相，故必须立相自证。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也就体会到，为什么佛教给我们要无住生性，那么样强调无住，无住就是离相啊，先要有住，化身离体决定透不出来。佛法的修学不仅仅是禅宗啊，任何一个宗派，任何一个法门，它的目的都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个是佛法修学的真正的目的，要见性。为什么不能见性呢？因为你心里头有执着，有妄想，所以你就不能见性。你有执着，你决定离不开六道轮回；你有妄想，你决定脱不了十法界。诸位要晓得，十法界成佛了，那个佛没断妄想。那成的是什么佛呢？藏教的佛，通教的佛，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妄想断掉了，超越十法界，超越十法界的一真法界去了。一真法界里面两种人，原教初度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。别叫登了地了，这到一真法界了。一真法界里面，它才叫真佛啊。分真佛，天台家讲的分真佛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叫诸佛。《金刚经》上诸佛，诸佛是讲哪个？就是讲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师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非离相不可啊，
你不离相，你不能见性啊。我们念佛人，你要不离相，不能念到理业心不乱。如果要念到理业心不乱，这是用金刚般若来帮助我们念佛，念到理业心不乱了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。哎呀，那个成佛太快太快了，实在不可思议，凡夫成佛，成圆教究竟圆满佛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？同样的，这往生难不难？你果然能够把这次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，一点都不难呐。难的是你不肯放下，难在这个地方啊！果然现在就放下，现在就往生了。佛就来接引了。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都要知道。你都明了了，你心里还有什么恐怖吗？心经上讲的，度一切苦厄，所有一切恐怖啊，你都没有。纵然是三次世界大战，那个原子弹掉在空中，你看到放烟火一样的，你往生了嘛？你说多自在，一点恐怖都没有啊，看热闹啊！看完了就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了。你看那个多么殊胜啊，多么庄严！所以一点恐怖都没有啊！那个恐怖是什么？恐怖是放不下的人啊！放不下，往生一点把握都没有啊！所以彻底放下了，那往生上上品往生。所以名字相要离啊！今天下午有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。他说很烦恼，他念无量寿经大概念了不少遍，他的日子不好过，人家骂他侮辱他，他为什么那么难过呢？做了名字相，每一句骂他的话他都听进去了，他都放在心上，好难过啊。你说这有什么法子？如果真的懂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骂他的骂几个钟头骂累了，我一句也没听进去，那多自在，不是没事吗？什么事都没有了。所以我跟他讲，你功夫不得力了，那个经啊佛都白念了，真正功夫得力的话哪里有这个现象？着相这就苦恼了。立名字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心缘相。心缘就是心里面的攀缘怎么离呢？刚才说过，心里头一切执着忧虑牵挂统统放下了，都没有了，这心缘相就离了。这个离得干净的，这个事情必须要立相自证，这个是人家帮不上忙的，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帮我们的忙，一定要我们自己离自己证，佛只能够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，把这个理论讲清楚了，方法教我们了，要自己去做佛能够加持我们的、保佑我们的、帮忙我们的，就是这些。不可称量啊，
指报身化身也。报化其实相用啊，报身我们讲体相用啊，化身是体，报身是相，应化身是罪。报身不可称量，是从受量上说。化身无始无终，化身无始无终是体本体呀。报身呢，有始无终，真的是无量寿，有始无终啊。应化身呢，有始有终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因此应化身无量无边啊。特别是生在极乐世界，如果生在他方诸佛世界，是还是有范围的。一个大千世界，两个大千世界，乃至十个、百个、千个大千世界，还是有范围的。唯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净虚空遍法界，没有范围的。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他就在哪个的地方啊，就现身。真正那个作用啊，就跟如来果地上啊无二无别，所以不可称量啊。那么要什么样的身份才达到这个目标？下下品往生的人。待业往生下下品通都是这样的啊，这是西方世界无比的殊胜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的道理都在此地。今天时间到了。